Hello， 各位同学，你们好，我是鹿晗，我现在呢在肯德基的广告拍摄现场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希望大家呢能以一颗平常心去应战，未来呢充满未知和挑战，不要担心，也不要害怕，满怀信心，尽力而为就好。对了，累了的时候，想放弃的时候，就叫上家人朋友来一桶肯德基39元炸鸡桶，吃上一口炸鸡，再继续为梦想加油。